当番茄咬自己，如果被我发现时，他居然这样做。番茄逐渐意识到不对劲了，过来，还在犹豫到底过不过去。过来，算了，现在过去可能不会挨打。我妈看起来很生气呀。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小狗警察呀？你去哪里？没办法了，只能自己解决了。你买了什么东西啊？别生气了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生气吗？咋不吃这一套了？你是不是摸不到啊？我往前挪点。接下来请收看番茄死缠烂打撒娇法。